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韩生。那这次帮 Angelina 化的妆的话的灵感是来自于70年代那些比较复古啊，然后活泼看起来很阳光的感觉，然后为这次两个妆的灵感。那第一个妆的话是比较偏向于暖色调，那是用橘色的眼影去做打底。那由于她的眼睛看起来其实比较小一点点，所以其实晕染的面积比较大，然后一方面是增加她的视觉效果，为了要呈现出一个比较活泼跟开心的感觉，那在他的眼睛的正中间的地方又点了一个黄色的眼影，然后去做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。第二个妆的话就是用蓝色的眼影，那是想要呈现有些比较嬉皮的感觉。那主要的话没有把它晕染到那么干净的点，是有点为了要仿复古的那种感觉。拉眼线的话拉在眼尾也是想要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比较大颗一点。那前面的话有点了一些白色或是一些比较银色系的眼影，主要的话也是想要就让他的眼睛的层次看起来比较大。那也在下眼线的地方也用了银色的眼线去做勾勒这样子。